实说可能就是会晃一点，比如说这个破掉，可能就是，但是其他的戏是足够你滑到很多。这样。对，除非就是三个都破，那就好。你说什么三个？就是因为它这边有三个气囊，所以只要有其中一颗浮力还在，它基本上就不会沉。哦，所以它是分开的气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三个分开的气囊，所以才会分三个气孔打气。哦，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装置，这样子。OK。对对对。所以就基本上，如果有一颗真的发现它泄气或是破掉了，就是赶快跑。